If his English is so, you know, I don't understand, so I will do not answer. Sorry. Because my English is really so bad. Yes. 会吗？脏话。Oh,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Okay. Thank you.完了啦。只是我现在的耳机有点接触不良，等我一下。我要找个安全地方把我耳机弄好。不然我脚步声听不到，就会死得很惨。等我一下，各位观众等我一下，我先找个地方好归点归一下。好，就归这里啦。拿一下东西，等一下进去啊。哦 ，SC 啊，行。OK， 等我一下。基本上这个点我躲很多次啊，所以就算上面有敌人哦，我也有几率可以拼死他，因为我大概知道敌人出现的时机大概是什么时候。然后等他开枪的那一瞬间，我跳起来，他就是打到我身体，他就不是我打到我头部。然后我跳起来呢，他会惊讶，惊讶的瞬间我又开枪射他，我就有高几率可以把他杀掉。对啊，订阅目标，对，底下那个目标是订阅数的目标，没错。哎，敌人，进来吧，孩子，进来吧。谢谢你的赞助，孩子。可是我要清尸体了，有点烦。各位稍待一下，我清理一下尸体。管理员好像有一些人没有玩 Free Fire，欸，想帮忙翻译可是不理你，你可以直接就在聊天室翻译他们啊，没有关系的，啊，对啊，你就直接在聊天室说你代替尼亚斯回答，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好了，对啊，我不是不理你，我是没看到聊天室这么多，聊天内容那么多。对不对？能爆散弹枪，对啊，啊，对啊，房东阿姨又帮我叫外送了。为什么要清尸体？钓鱼啊，就是清完尸体，我问你嘛，如果你看到一个地方有敌人的尸体的那个箱子，你会不会觉得说附近会有敌人？会吗？那如果一个地方空空的，原本就没有东西，现在一样没有东西，你会不会觉得有敌人？可能就不会。玩 GTA 了没有？这空投很近哎。捡一下好了，看一下在哪里。不要跟我讲，就在隔壁。我就说，你看这空投超近的，不捡吗？这个当然捡啊，走个几步就到了，超安全的，有没有？我不要AWM，我听到车声，先跑。两边都有车，我的妈呀！你想，我。还有一只，给我三。哎，他的东西怎么消失了？哦，四倍镜，哦，赞哦！等一下，这边呢？哦，黑米锅，哦。哦，今天阿姨房东阿姨叫的外卖有点贵哦，这怎么吃得消啊？再吃下去就要肥了，欸，就太肥了。落地成盒多少次？好像不超过十次吧。对啊，你是说国中还是国小还是？还有敌人，我听到切枪的声音了，应该是捡空投的，不过不理他没关系。没关系，不用理他，就给他捡就好了。我刚刚听到切枪声音，快快快，要么快点进来，要么赶快走啊！我要整理东西啊，拜托你了。我看到了，窗外，看到了，看到了，
他在门口等他进来，他一定有散弹枪。我跟各位打赌，他一定有散弹枪。我现在冲出去，一定死的就是我。所以现在就是考验大家的耐心了，看他先没耐心冲进来，还是我先没耐心冲出去，好，谁就死。不是吧，这个家伙太有耐心了吧？进来啊！我拜托你了，这样子我等下怎么出去啊？好，没关系，等一下限制安全区，如果剩30秒，我就找其他出口跳下去，或者是我其实从这个楼梯跳下去也可以，我可以从右边这样直接跳过去，他打不到我。准备好了？我有点怕这个人是看我直播来打我的，有点危险。所以说这个地方我已经熟了，我已经很熟这个房子了，不要我已经很熟了这个房子他刚刚有听到跳跳跳的声音，你知道为什么他刚刚没有看到我吗？因为他刚刚的视角是在转楼梯的那个视角，所以他完全不知道旁边有摔下来人哦所以我才有办法趁他掏出枪之前把他打死这地方我很熟了你有玩绝地求生吗？以前有啊，就是空降太卡了，所以我要等升级我自己的电脑之后，我再来玩，再来拍啊。不升级电脑就那空降每次都要卡好久，然后空降下来我就死了，这样该现行了啦。我看到了，还有吗？有，那个方向看到了。包包容量87%，可恶！我快没电了，我的手机刚刚在噔噔噔了。这个方向有人，要跑出去啊！要干嘛？风都在那个方向啊！照这样看来，应该可以靠电锯杀人了。没有，应该不是。哇，都在电圈外。那个敌人跑得过电圈吗？快快跑进来，快加油，快点快点！你不跑进来，等下……哎呦，他跑进来了。谢谢你。哎，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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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了，跑进来了。啊，我刚刚就想说。我不希望最后一个人死在电圈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怕到时候有人靠背我说啊，你的敌人都是比较笨，死在电圈的不是你杀死的，所以我知道要赶快进电圈对啊，今天玩三场对不对？还是玩四场忘记了，玩四场吃鸡三场对不对？不要再说我打得烂了，我知道我打得没有说非常强，强到爆，但是也没有说到烂吧，对不对？应该没有吧，中间啦，好不好？中间就好了，对啊。然后有兴趣看我战机的各位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战机，好，给大家看一下，嗯，好不好？就是这样，这是我目前的战机啦。啊，今天直播就看到这里啦。对啊，今天三场吃鸡，一场没有吃鸡，打四场嘛。啊，
那今天晚上就开到这边结束，大家早点洗澡，早点睡觉，我要去休息了。大家晚安，拜拜。